空气品质天天不坏，中南部变成毒气室。高雄市首创大众运输三个月免费搭乘，在祭出空污严重中小学近办运动会，火力电厂降载发电，这样能够解决大高雄空污问题吗？行政院将拨20%空污基金给地方政府，哪些策略、哪些做法能够确实保障民众健康，让人民真正有感？周晚间8点南部开讲，欢迎光临中南部毒气室，如何解救民众免于空污危害？